生小孩，把这个孩子好好饲养大汉就好了，其他无重要。我是下午三点做生意，做到晚上十点，是因为要多赚一点钱嘛，而且我做的晚一点啊，伤口还很痛，所以我没有办法下去运动。和平共处，然后就是不要让他再长大。之后可以正常走路，跟正常人一样就好。